我们想走进人群里面，好，去了解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进而能够帮助，真正能够去帮助需要的消费者。在生技产业已有十多年经验的黄小姐，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问题，感受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决心开始创业，寻找可以帮助更多人的保健食品。父亲叙述自己在散步的过程当中，突然头晕目眩，我才惊觉到，是不是每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保健食品来保养自己，而不是单一产品走天下，所以便积极的去寻求各个年龄层所需要的产品。往往现在上班族压力非常的大，压力其实可以造成身体很多的问题出来，包含肥胖，包含一些慢性的疾病等等，所以像一般上班族可以使用一些比较代谢性的产品，或是在三餐都在外食的情况之下的一些补充营养品来保养自己。那现在的益生菌就是走精神这方面的，因为它是透过一个蛮有趣的理论，就是菌脑长轴的这个理论来调控我们身体里面的荷尔蒙的平衡，包含到快乐激素，就是我们的血清素，然后跟我们的目标机制，就是多巴胺，然后达到平衡之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比较舒服，也会比较愉悦这样子，也可以就是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为了改善这些文明疾病，阳明大学的蔡英杰教授和团队培育出了 K21、PS23、PS128 等等益生菌，来为现代人的健康开拓一个新方向。PS128， 那它这是一个专利的菌种，那它这个就是快乐益生菌，它可以对我们人体啊，我们的情绪方面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呢，它是PS23 跟 K21。两种益生菌的搭配，那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菌株的选择。那它两个呢，它是对我们的代谢，还有一个是我们外貌部分都有正向的一个帮助。因为其实现代人最容易发生的一些，其实源头都来自于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那其实代谢症候群的话，跟我们的肠道菌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肠道里面坏菌太多，对不对？敌人太多的话，那它就会开始攻击我们的肠道。那肠道攻击久了，它就破掉了。那肠道一旦破损之后，这些毒素啊就会循环到我们身体里面，那就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 K21 最主要的话，它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菌相维持平衡，不会让这些毒素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发现说现在很多像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啊，失眠的症状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的睡眠失调，或者是你睡眠品质不好，你人体的荷尔蒙就开始混乱了。那荷尔蒙影响到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全身的一些疾病。所以 PS128 的话，给你一个比较稳定的睡眠品质，其实稳定你的荷尔蒙之后呢，其实你的身心都会感觉比较舒畅。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只有单卖东西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传达真正使用保健食品的正确性，以达到预防医学的概念。为了希望将产品成为医疗辅助的一环，黄小姐他们走访各大医院，跟医师护理人员们讨论指教，就为了让产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永兴生技的经营理念很简单，其实我们就是在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那做好了之后不要高傲，有很多的竞争者不断的涌出，所以我们要有更虚心的求教，并有同理心的去善待每一个人。